小乐，哈哈是八零，哈哈是姐姐，哈哈是翔。永日再吃什么面？豆菜面。哈哈果，谢谢渔翁得利的红玫瑰。还要再练舞，嗨嗨看看，哈哈阿邦，哈哈冰冰，今天是有打扮的我，不可以翘课了。上班路，上班路，耶、yeah ！嘿嘿，养的红玫瑰，现在是一如既往、一既往的美丽丽，怎么这么会讲话？今天真的好冷哦！现在穿的外套是尖的外套。健全的会员票，正在吃晚餐。还有健全的缘分相遇，吃面面。小心辛苦了，不会。谢谢二幺的缘分相遇，而且我直到刚刚才发现我的钻没有拆下来，笑死。哈哈，嘻嘻的，哈哈，泽伟。哈哈晴雨，哈哈中斗，哈哈小茶，哈哈阳光，哈哈波特，还有大家，外套好看，而且我觉得厚度很刚好，不会太热。
谢谢天灵的歹念曲六啦，流行好玩呐、啊，大家好热情哦，但是太多人，我根本看不到，我根本看不到。谢谢波山的告白气球。我只看得到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谢谢纪伟的会员票，谢谢哈哈 Mark。太多人了。而且原本都事前都不知道在哪，我到现场哦，在这里哦。原本都不知道我会在哪里，就是直接被载到定点，然后放人下车这样。嗨嗨，小玉，嗨嗨，师好。嗨嗨，阿曼。谢谢嘉宏的告白气球。我们这泪盈眶奔向远方，哈哈哟！谢谢玉祥的秀蹦秀蹦蹦，谢谢玉祥的秀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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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玉祥的秀蹦秀蹦。我在吃晚餐呢，因为我在跳应援，所以没有搭游行车啊。但我觉得在下面走也蛮不错的。哈哈，亲亲，但我还没有时间修今天的那个今天的照片。谢谢阳光的千纸鹤。对啊。外套直接送我们了，衣服也送我们了。哈哈，微信，哈哈，陈安，对啊，外套好看，而且我觉得它的厚度很刚好，就是这种天气穿出去加这件刚刚好，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厚薄度刚刚好，感谢您，感谢。我觉得蛮好看的，而且它后面是整面的，整面的那个，哇，我的膝盖，它是整面的刺绣。而且我觉得大小也很刚好，很好看。给你看，看完了吗？好，转回来了。大家也是要看我的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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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而且我觉得它就是绣的那个质感，我觉得很不错。是我可能平常会想穿出门的。撞到声音也蛮响的，对啊，对呀、啊。你这件是几号？我其实不知道哎、欸，我没有看 size， 我就拆开来穿了。今天真的好冷哦。风巨浪。外套背面好看，立好看，谢谢。大家今天有看转播吗？有看直播吗？是很特别的一次，就是体验经验，对。
我今天一直觉得好冷哦，好冷哦，好冷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快感冒了。今天是在胃刮，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吹风吹太久。暖气没有啊！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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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雷包，我是雷包啊，大雷包。Oh my god， 怎么办？对啊，是怎样？哦，气死！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帮我找事做嘛！真是的。不行，这件外套很好看，不可以脏掉。嘿嘿嘿，不好意思哦，那个。主播正在拯救衣服，请大家稍等一下。真的是没有想要剪每日哎，穿个外套就这样，真是的。哎呀，这件很好看呢，大雷包，真是的。穿没一下下就弄脏，真的是。还不到一天吗？对呀，还不到一天呢，我真的要疯掉。咦嘿，还不到一天呢。好荒唐哦！我居然在直播用去自闭。哎呦，看起来弄蛮起来的，擦得起来。对啊，早上那件外套才新拆的，马上就被我弄脏了。我以前明明没有这么笨。什么意思？哭哭。So sad。世界里充满感情。哟，好了，蛮干净的，其实。对啊。是唐吉诃德买，我觉得蛮有用的啦，我觉得蛮有用的。就起码看不太到，哭出来，真是的。世界里充满感情。如果我们不曾，而且他有附那个吸色的纸，其实蛮不错的。
心上，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呀？谁还在身旁？好强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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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然后他就会把那个颜色吸在这块纸上面。嗨嗨，我要把袖子卷起来，真是。唉，真的是会哭欸，这么好看，然后我在那边耍嘞。好了，其实差不多弄掉了，但就是要再好好的刷它一下。对，其实看不太出痕迹，可能它有一点微微的，但是非常细微。我现在觉得我那个就是我的嘴巴一天到晚在掉食物，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就是随身带着。我想说是怎样？好了，其实看不太出来了，等到干的应该就差不多了。虽然弄脏了，但饭还是要吃的。好，继续吃。雷包。好啊，继续吃了，好香哦，真是好生气哦。大家晚餐吃什么？那你们就默默的看着位置吃饭。酸辣粉跟螺蛳粉好像，健康餐盒也太健康了吧！家里煮的，哈哈，心疼。下午茶好吃吗？噔噔噔噔噔，我等下播要去洗衣服了，真是的。不是炒面，豆菜面。嗨嗨，收啊！我真的是超会吃的。美食库存，今天真的好冷哦！大家开始拿厚外套出来穿了吗？还是大家现在还是短袖，短袖短裤。
谢谢庄的会员票，谢谢庄，感谢庄。我记得我国中有一个老师，他不管春夏秋冬都是短袖短裤，超狂，不管天气多冷。室内还好，还能短袖短裤，长袖短裤，哎、欸，为什么不是长裤短袖？在家里还是短袖。嘿嘿，优福的追踪，谢谢。不是体育老师，好像是什么物理老师之类的吗？那他是知名的指那个怎么不可再吸碗吗？怎么了？没有吓到？还好吧，这碗这么小。短裤、短袖加外套，谢谢庄的金牌，谢谢。一个人。谢谢庄的金牌，谢谢中影的金牌。大家通常气温在几度的时候会开始穿外套？我大概22度就开始穿外套了，就会开始想要加外套。然后低于20度以下的话，我就是一定要穿外套。22度就可以穿薄外套。嗨嗨，政委，谢谢小易的金牌。你在喝热汤吗？嗨嗨，柚子，谢谢嗨嗨的红玫瑰，还在穿短袖骑车，太冷了吧？谢谢刚刚的钟情玫瑰，谢谢小易的水晶蟹槽。我天气太冷的时候，膝盖很痛。对，蛋花汤。多穿一件圣诞T就不冷了，我给你温暖。上周谢谢小易的一颗星。上周早晚就有穿外套的会冷，真的。没有办法洗冷水澡，我觉得洗冷水澡好痛苦啊，就洗澡就是在洗热水啊。嗨嗨，白玉堂，嗨嗨一，长袖加外套就快冷死，真的好冷。嗨阿轩，嗯，我就算夏天也洗热水，没有夏天洗温水，冬天洗热水。不要再掉了。好，谢谢，谢谢您的提醒。没关系，反正我东西都拿来，再掉我也是没办法。对，都洗热水澡的人。嗯，夏天洗热水，冬天洗更热的水。不是有很多，就是很多人都说女生洗的那个洗的温度、洗的水温跟水煮的差不多。哈哈，有福。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冷水澡，我就觉得洗冷水澡会感冒。应该
该有穿厚外套，汽车好冷，真的。有啊，我有去，打完球也不会洗热水澡，为什么？啊，可是打球不洗热水澡还蛮正常的，就很热。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洗温水，但是我不会洗这么热，不会洗这么烫。应该没认错，没认错，我也记得你的名字。最疼。大家是不是默默的看我一直在吃？我就觉得我冬天吃的更多了，好可怕。冬天变得更爱吃了，好可怕！谢谢装的红玫瑰，谢谢，哈哈，莫寒，应该还好吧？没有，但是你们没有看到，面有第三碗了。我觉得是不是不能吃这么多啊？嘿嘿，真的没有大胃王要找我去录一下节目吗？羊肉炉姜母鸭，但我不敢吃羊，超爱吃，不是干拌面，倒菜米。今天的直播，大家就一直看我吃，我要不讲话，一直吃。这是我第三碗面了，小慧那个太厉害了，好吃，一直吃，谢谢优鲁鲁的会员票。有一种饿是常常觉得栗子还很饿。但妈咪跟奶奶都叫我不要再吃了，不要再吃了，你已经很胖了。不好意思哦，我管不住我的嘴，去煮泡面，煮啊，怎么可以只有我胖呢？变胖这条路上有你有我啊，怎么可以只有我，怎么可以只有我独自孤独呢？谢谢优鲁鲁的会员票，谢谢优鲁鲁的金牌，我真的是嘴巴塞不停耶。哦，
我跟你们说，我知道为什么这么饿了。我今天早上吃了三明治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哦，有，我还吃了，我还吃了蛋卷，然后就没有然后。然后我真的很饿，然后整天只吃了三明治跟蛋卷，然后就没有然后，我就好饿哦，我真的好饿。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我今天倒菜米可以吃三碗？哦，我真的很饿。中午没吃，中午就去上班了。然后这应该算的我的午晚餐。那今天吃的多合理吧？太辛苦了，只好再吃两碗。我想说，奇怪，我今天怎么这么饿？我为什么一直吃？但我真的觉得不好，就是这样的吃饭时间超不好了。我的吃饭时间就是有空才吃，没空就不吃了。我们要再一次吗？再一碗。汤不会胖。我已经就是这么暗喻了，你一定要把它讲出来，是不是？我想说，我就嘴巴闭闭，用纸的。哎呦，你还是要戳破我，不可以喝汤吗？没有要喝汤，汤也三碗了，这第三碗。我跟你们说，今天真的是超饿的。这个碗其实很小，这碗其实也才一般碗的三分之二嘛。但我觉得它很可爱，它是粉红色的碗。没有十碗不可以下播，不行，太多了。吃完了，不吃面了，吃太多面了。苦茶不算一种汤，它算一种地狱。对啊，喝汤不会变胖，但喝火锅汤会。再一碗吗？啊，没关系。嘿嘿。今天的直播是真的吃播耶，从头吃到尾，真的太饿了。我今天工作了一整天，对不起大家，就让我在这个就是比较轻松的直播时间吃吧。我跟你们说，我明天也超早的，我想面一口就没了，没那么夸张啊。这几天超忙的。交替吃会不会吃更多？没有，我怕我让交替吃会老塞，因为倒菜明是冰的，然后那个蛋花汤是热的。有人倒菜米吃热的吗？有人倒菜米是热的吗？倒菜米本来就是冷的。对啊，倒菜米本来就是冷的、啊，倒菜米不会加热哎、欸。热的也太奇怪了。热的会很像油面吧？两三次就没了，三碗还好。倒菜米本来就是吃冷的，我觉得它有点像凉面吗？那可是又不太是凉面。
有没有有请那个有没有在座各位有没有台南人要来解释一下？微波大肠不会，因为它那个味道就会跑掉了。撑一撑，它如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啦。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倒菜迷就是要吃，就是冷的。然后冷的以外呢，还要加蒜头酱油，好夹。我尝试那家可以半根，变成有点温温的。可是我觉得还是它的主流吃法还是冷的。我以为只有夏天会吃倒菜迷啊，可是我们可以吃倒菜迷，而且倒菜迷经济实惠。谢谢西安的熊抱，谢谢西恩，谢谢西安的熊抱，多谢多谢。我超喜欢吃倒菜米，大家如果去，是只有台南有吗？我其实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其他地方吃。嘉义台南，因为我没有，因为我第一次吃倒菜米是台南吃，但我不知道还有哪里有。谢谢西安的不止一咪咪的爱耶！早上吃睡太干，有点吞不下去，就是要加很多酱油，我是加很多酱油。未来 Coolie Restaurant 招牌菜豆菜面加绿豆沙，还要再加北藤龟，台南 set。李丽丽去台南必达成的几个。嗨嗨等于必达成几个那个北藤贵，但现在北藤贵好像没有开了。然后倒菜米绿豆沙，我其实还有一杯冷冻的绿豆沙牛奶，我还有一杯的扣打，我真的是有够爱，超级无敌爱。没有，我这次买了四杯，喝到只剩一杯，我怎么可能只买一杯呢？太不了解我了，我都去了台南了，怎么可以不囤起来呢？对，我喝到只剩一杯，我只剩一杯的扣打。我可是李丽丽耶，我怎么可能不囤呢？我是四杯喝到只剩一杯，好吗？看看小大海，谢谢小玉的金牌，太小看我了吧！谢谢小赖的金牌，看看小赖，不会啊，我不会让它放好几天的，我会很快把它喝完。谢谢刚刚的金牌，谢谢小叶千纸鹤。好快乐。我的最好的爱。好了，开心了，可以结束了。呼，呼，好了。啊，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会吃啊？但你们好像也不会意外的，每次来直播吃成这样，假爸爸，假爸爸，我困爸爸。啊，我昨天睡多久？我昨天好像只睡三个小时，在忙工作，只睡三个小时。然后，对，但我明天也超早。
看你吃很疗愈，但你们不会觉得无聊吗？看我吃东西，谢谢又的金牌，谢谢。那也没有误解事实吧？那就没事，笑死，笑死。哈哈呀呀，哦，合照组出货了，对，大家可以这几天就是注意一下，就是包裹的部分。谢谢小丽哥说过的缘分相遇，大家可以再注意。那可能会因为就是物流时间会有就是几天的，就是那叫什么，就是可能会有快有慢的，那大家再帮我稍微注意一下。注意一下那个手机的就是讯息，然后那时候不是有说会那个就是会有电子档的部分吗？电子档的部分呢，就是有就是帮你们印出来是 QR code 的方式，就是大家收到之后直接扫 QR code 就可以拿得到照片咯。对，那个条码在信封里面，大家在拆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那张条码随风飘走了。然后我说，怎么没有找到条码？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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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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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谢谢嘉宏的告白气球，谢谢阿国的秀蹦秀蹦蹦，谢谢果果的秀蹦秀蹦的蹦蹦蹦蹦蹦蹦，谢谢果果的秀蹦，谢谢阿国。跟你们分享我的指甲，断超深的，超痛的，我洗头发一直卡到，你看断超里面，看到吗？这是正常的指甲，然后这是它断的长度，它从这里开始断，超痛的。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不知道它就断掉，然后反正它就从里面开始断。谢谢阿冰冰的带你去溜啦，谢谢阿冰冰。对，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拍照发现，我指甲怎么怪怪的？那因为我的指甲要断掉了，因为我指甲是软指甲。你们看我的指甲可以这么凹，虽然你们这样看不到，我指甲可以这么凹，所以我是超级软指甲。我超常断掉，指甲断掉了。月亮在消化，不用再看了，我没有肚子饿。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帮你全部都讲出来，这样我才不会被他们笑。整片，我也有断整片过哎，不要用手指，真的很痛哎，而且断超深，它现在已经断一半了。不能就忘了我。谢谢小彩的樱花雨，谢谢小彩 ，sakura sakura sakura。我的倔强，没有，我的肚子就在消化，所以会叫。被球打到有断过，还是想笑，没关系，你笑吧，让你笑。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说我之前也有整片指甲掉过，因为我以前有学过硬鞋，然后硬鞋是，你只要指甲稍微留长一点点，没有把它剪到最底的话。它的重量就会在指甲上，然后跳一跳，然后我的指甲就掉了。我记得是脚趾头的左边吗？左脚的中指，然后跳一跳，跳一跳，指甲就掉了。然后可是它一开始是就整片 OK， 然后我想说，它怎么越长越怪？然后它怎么有点就是翘翘，就是好像没有连得很紧。后来发现，哇塞，整片掉了。然后但我没有特别把它就是。拔掉还是怎样？我就是让它慢慢长，慢慢长，让它自然脱落。刚刚看电视，也想吃，但忍住了，一起吃啊！要长半年，我不知道，忘记了。我和我的倔强，对啊，但我觉得就是对。
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跳芭蕾舞，然后学那个硬鞋，就是可以整个颠上去的那种鞋子。虫长不会长得怪怪吗？不会啊，它还是指甲的样子。这次不能就玩偶，我骄傲的倔强。还是小时候被门夹到，我觉得我小时候的事迹太多了，我也被门夹过，然后各种都有过。谢谢天灵的红玫瑰，谢谢天灵。就会跳芭蕾，是哦。我小时候很喜欢芭蕾舞的那个蓬蓬裙，所以我才去学了芭蕾。应该说，我从小就很喜欢穿的漂漂亮亮，在舞台上面表演。对。等一下，从长之后变两根长，长成怪，真的假的？你没有去看医生吗？噔噔噔，我和我的倔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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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立着辉煌成长史，没有。小时候，妈咪一定想把我裸洗，超皮，皮到爆炸。那这里袖珍，那里袖珍。大家如果有购买合照组的，如果没有收到的话，请记得填那个什么。请记得就是回信给我们。像是戳坏哥哥音响啊，对。然后像是用手去摸开灯的灯泡。哎、欸，我小时候真的很皮耶、欸！我小时候，谢谢苏娃的带你去流浪，谢谢苏娃的带你去流浪。我小时候。就是会把整副扑克牌然后弄在地板上，然后奶奶叫我捡起来，我还不捡，然后就被竹笋炒肉丝。然后还有拿手去摸那个正在开灯的灯泡，然后还干嘛，然后还拿手去戳那个插座，然后还在音响前面跳跳，还拿着存钱筒跳跳跳跳跳跳，然后把自己牙齿撞断，然后还拿订书机订到自己的肉。对，我还会用手测定书针，但测定书针这个其实已经是长大后的事情。我想说，哦，好好奇哦，擦，然后结果就戳到我自己的手了。灯泡很高，没有啊，就是那种小矮桌的灯泡，我就这样嘿，然后结果就碰趴了。我真的很皮，你怎么还活着？还是觉得很可怕，超皮的。我就说，哇塞，就是感谢，就是我的家人们的那个大恩大德，没有小时候就把我裸洗，亲手体验订书针，就是我把它拔开了，我就想说，好想看订书针是怎么出来的，然后结果它就插进我的手了，我就，真的是我也不敢叫，就是因为就是我自己袖珍，所以我就把它拔出来之后，把那个血这样挤出来。谢谢有福的任意门，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我跟你们说，我这首歌只会这一句。有打破伤风啊？没有。而且我小时候还很皮，就是不是有挂那种有铁片的那种月历吗？这样吐吐吐吐吐，然后它就啾，然后我就缝了四针。但算是小时候这样玩过，不止我吧？我研究过运动，但我没有手测试。对，我是手不小心放在那边，然后就不小心测试到了。对，就是很多那种，就是水果商不是都会那个送那种，就是什么跟礼盒一起送那个。就是水果月历嘛，然后它上面就有那个铁片挂钩的地方，
然后就是我又想看那个月历，我又把它拿下来看，我就这样搓搓搓搓搓，我就从下往上搓，那样搓搓搓，它就这样啾，然后就一个洞。然后呢，我还这样子，嘿嘿，然后跟他说，我要跟，就是因为我在奶奶房间，我这样搓搓搓啾之后，我就嘿嘿嘿，然后我还看着奶奶傻笑，我就说。嘿嘿嘿，然后奶奶快吓死，你知道吗？因为那个额头没有一个，他说嘿嘿嘿，然后奶奶就说现在是怎样，然后手上都是血。怎么老大就是 SSR？ 谢谢谢收瓦的金牌，皮诺可这个没救了。谢谢你说。谢谢宝娃的木偶的观众，谢谢宝娃。老板，你是男的吗？不是。但我小时候真的皮，就是非常皮。不要上锁。你小时候是不是上海雷雷士？我小时候真的超皮的。手抽就是地狱级难度养成。对，我觉得我能活到这么大，完全是个奇迹。对，天生就很真啊，很皮啊。什么事都就是都要手去摸一下。去摸电梯门，被电梯门卷进去也太危险了吧。我没有错过200 V 的。而且还没有留疤，有啦，额头这个有留疤。但我其实每次我只要不讲这个故事，我其实已经忘记我有一个疤在了。对。但因为是很小的时候，所以可能复原就还不错。但关于我的黑历史，这个真的是，就是如果今天是由我妈来主讲的话，可以讲很久。哈利波特，我是哈利波特。黑历史真的是黑历史、欸。就是。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是大姐嘛，然后我就会照顾我的弟妹们，然后我就想说，哇塞，就是我弟我妹这样子，我都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就是我的家人们当初到底是怎么，就是容忍我的，怎么没被芦苇洗？真的，但我小时候超常被罚站。我小时候都跟涵涵一起被罚站，就我们两个都会站在那个衣柜前面面壁。谢谢果酱家的缘分项链。有啊，我今天有跳熊泳。熊样熊样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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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我刚刚拯救的部分，我在这里，原来看起来就不明显，但还是要洗一下。谢谢弟弟吻手礼，谢谢弟弟的爱的抱抱。艾迪，你的小小幸运里有那个跳通知在上面。开出了大奖，旁边爆哭，你有被传染吗？没有啊，因为旁边爆哭，我想说是怎样？哎，哭了被骂就是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兄弟姐妹，就是有兄弟姐妹的话，你跟那个年纪近的一定都是相爱相杀。超想看现场版。你说相爱相杀的部分吗？没有，我知道你想看熊用的现场版吗？只有相杀，对，从小就在打架，差五岁好像还是一直吵架。对啊，先哭都是小的赢。最讨厌的一句话，你要让妹妹啊，你是姐姐。没有，这要教，这个要教，这不是要不要让，这个就是要教。我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买那个波妞牙上的波妞的那个漫画，然后就被
那个我的第二个妹妹撕烂，然后我就爆哭，他就说那个就是爸爸妈那个爸爸跟妈咪就说啊，你又不收好，你又不要每次都乱丢，他说就是我的东西已经坏掉了，然后你还戳我伤心处，然后哭更惨。那怎么办？我的玻尿已经被撕烂了。谢谢梦想的会员票，谢谢。相处模式要看男女主，为什么？对啊，明明是我的东西。谢谢玉祥的会员票，爱如糖会员票。这活动是为了我而有的吧？大家都是糖糖，爱丽丽的糖糖，谢谢梦想的会员票。嗯。谢谢梦想的会员票，怕被撕烂都会哭吧？没事啦，就是长大后，就是被姐姐教过的弟弟妹妹们都很乖，就是姐姐感到欣慰。如果是兄弟或兄妹的话，好像比较少相杀，是吗？有人是哥哥，然后有弟弟或妹妹的吗？现在可以自己买十本来回忆。对啊，没有，我小时候就是我的东西一直被 Q 破坏，所以我很生气。但其实也还好，就是长大之后就算了。就是小那个，就是弟弟妹妹长大之后，就是也比较乖了，跟妹妹打架。哇，那身为哥哥，就是有什么想法吗？举手，来。请各位哥哥们说说自己的过往。没有在卡车上，我在应援台上。全世界幸福在用意，没有人需要寂寞伤心和伤心，一起心变心。被揍烂。光培养耐心，弟妹搞出来的事情，对，一律算在老大身上，太难过了。还好我独生，嗨，快点 Q。大部分都是妹控，真的假的？所以真的存在着就是妹控的哥哥吗？因为毕竟我是大姐嘛，我没有遇过。就是我没有遇过，我也没有听我身边的人分享过。弟弟想要就给他，背了无数的锅，自撞墙壁。我不是。请你张开你的双手，你跟怎么？内控无糖，但你是萝莉控，你也没比较好啊。我现在否认。不管你几公斤，嗨，初心者，小时候不要惹我这些人写题，真的。没有兄弟姐妹的我，没有，嗯。我觉得有兄弟姐妹也最好了，就是在成长的路上有人可以互相扶持，就当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还有人可以照应。哈哈，小柚子，去爱另外一颗心。嗨，你智郎，对啊。
就是成长的路上比较不孤单。然后聊一聊就开始吵架，对。教妹妹数学，有一个可以互相吐苦水的人，但我不是会跟，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吐苦水。谢谢布丁的真情告白，还有红玫瑰一起扶持发展的部分，这倒是，哈哈哈哈！哎，今天有点可爱，笑笑，你的起手式都是这个，你是不是都跟每个女生都这样说？没送来供，晴晴小时候被爸妈偷抱怨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如果大家是就是哥哥或姐姐的话，有没有那种觉得包袱很重的感觉？跟表弟打游戏，他玩到还打到物理攻击就被外公攻击了，笑死！我不许你这么直接戳破我，当然啦、啊，不戳破你，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哈哈，我老大好像比较不会跟弟妹吐苦水，对啊，我很少跟他们讲，就是我自己发生的事，我就觉得就是你知道，老大就是应该有老大的威严，对，就是应该要是很厉害的，对，所以我平常也不会去跟我弟弟妹妹说要干嘛之类的。我最常跟我那个我家弟弟妹妹说的话，你们猜是什么？威严的话，你确实有，对啊，就是不知道，就觉得姐姐应该要很厉害。他把我表妹当成亲妹妹，嗯，我身为老大，我甚至不跟我弟讲话。哦，你有弟弟哦，我现在才知道哎。然后呢，弟弟或者是哥哥或弟弟的感觉，放心，有姐姐在。理财姐在晚饭，不是，我最常说的是那个全名叉叉叉，帮我拿一下那个什么东西。哎，帮我拿一下。对，就是身为大姐的威严，只有这个时候可以这样。哎，叉叉叉，帮我拿一下什么什么什么。嗨，少彤。对，然后身为姐姐的威严就是可以使唤，帮我拿什么？帮我拿下遥控器。还有叫名字没有？就是通常生气的时候才叫三个字。原来帮 Q 棒包括是大姐的威严吗？嗯，也没有啦，我哪有这样子一直施压呢？包改回应我没表要用，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波折才会有我们。代工费用当然是没有啊，当然是没有啊，妹妹就是要拿来压榨的。帮我拿下那个，他们知道什么？知道啊。假设我在化妆的时候就说：“哎，帮我拿下那个。”然后说卫生纸，就说对。这款大姐，不然你来出，给你出。我们谢谢妆的贡献。啦啦啦啦，大家差不多可以打打内容啦，我们要来念榜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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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冠老板，谢谢九六的爱的甜蜜，谢九六六六六六六，谢谢九六。对对，怎么了？对啊，彩杰是我妹，怎么了？你知道是哪一个彩杰吗？春旭冠大姐这样不行吗？不行吗？难怪长得好像哦，你知道彩杰哦？你怎么知道他？你居然知道他吗？对，你居然都彩杰，不是郭彩杰哦，是李彩杰。
那个吃彩杰非比彩杰，是李彩杰。你有在浪上看过他吗？不然怎么会突然知道？上次有那个 AKB48 TV 那个，你居然知道？但是我以前是 AKB 的，谢谢阿克亚的金牌。我以前也是哎、欸，是不是看不出来？是不是看不出来？我有追他 IG， 哇塞哇塞，世界好小哦！居然你先认识我妹，谢谢炒茶的红玫瑰，双双的吃客。那你觉得长得像吗？长得有像吗？因为我跟我妹的名字没有一样，所以其实很少人知道我们是姐妹。对，但我在偶尔会拿出来讲一下，就是偶尔要那个定期提醒大家一下，她是我妹。这样说长好像，呀，真的保护色。啦啦啦啦啦！谢谢刚刚的好多缘分相遇。我一开始知道的时候，真的有吓一跳。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是我妹，毕竟我平常不跟他拍照，不会跟他发东西。我们姐妹跟那个陈思雅、陈思雨有没有不一样？就是他们很常会一起拍东西，但我跟我妹就是。非必要的时候，我们两个也不会一起合照。上点看到，觉得好像在哪看过。你说很眼熟，是不是？可能他有发那个吧，现实动态吧。这样可以公然指使韩寒。谢谢文中的掌声鼓励，排挤？哪有？对啊，我今天跳熊用跳得很开心。熊用，可是妹妹比较可爱。尊重呢？尊重放在哪里？谢谢 Brian 的金牌，都很可爱啊，嘴巴真甜。QQ 可爱，你又知道了，妹妹真的可爱。我呢，你们不可以在我的直播台那个说妹妹可爱，没看过妹妹本人，只有追 IG 是不是？那你是从什么时候追踪他的 ？AKB 时期就追踪了吗？韩寒好可爱。我呢？你们这群人，我呢？把我放在哪里？妹妹就说：“想怎样？九蛋，你真的是很欠笨哦！你不要哪一天我把你真的笨掉啊！可爱才会进来。好啦，可以。嘴巴够甜，给过。”莉莉最可爱了，好，那个在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大家要懂生存哦，快点给你们机会，懂生存，放心里。他有个朋友更可爱，他叫子萱，我要把你变掉。没有我可爱好吗？栗子还是最可爱的，很棒，我要给你们拍拍手，还是最爱栗子，很棒。你们知道在哪里要懂得就是。就是你知道要懂得在哪个场合说怎么样的话，对，要在舞台就是说丽子好可爱哦。对，虽然我知道可能就是有些就是在我的那个威压下才说丽子好可爱，但没关系，那听得也开心啊。强烈的求生欲，超好笑。施压，对啊，优良基因，优良可爱基因，虽然他还是路痴。坚持自我，耶！考教完，姑奶奶，一只番可爱伊，奶奶奶，我的是吧？一只番可爱伊，ところに気づいてる。
为了能够活完今天，必须说莉莉可爱。我有这么可怕吗？栗子宇宙无敌天下第一可爱，很棒。你已经用了所有那个所有的词汇来形容我的可爱了。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我的十一月 buff 快没了，我的十一月 buff 快没了，我的十一月的那个就是年历的预购也只到十一月哦，提醒大家，如果还没预购年历的话，赶快去预购哦，卖完就没了。对，提醒大家，不然偶尔不讲一下的话，大家都快忘记这件事了。大家想要给自己一个圣诞节礼物吗 ？AKB 年纪到了就会被毕业吗？没有哦，没有。就是大家好像都会觉得 AKB 的年纪到了就毕业，可是其实要不要毕业是自己决定的。对自己决定，它其实算是自己决定的。对，就是你可以选择说你想要什么时候毕业。对，就是你如果想要转换跑道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跟公司讨论说想要毕业这件事情。对。它就是一个很像，我觉得很像学校的概念，就是你会在这里学习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像跳舞啊、唱歌啊，或者是口条啊、主持啊这种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包括你怎么，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就是粉丝都很包容，然后也有舞台的地方，就是在那边你可以。很就是尝试很多事情，也可以在那边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风格，然后也有一群会很支持你做你很支持你做自己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AKB 学习到蛮多的，还有诗雅的部分。诶，对啊，因为像我们日本的 AKB 那个有个薄暮游记前辈，他就跳到三十几岁。对，所以其实年龄不是最大的问题，是就是看你想要跳到，其实想要看你想跳到几岁都可以。像是踩我吗？对啊，你们好奇怪啊，为什么要叫我踩你们？你对我已经无感觉，麦到这冻掉。踩什么？踩什么？踩你！这是这种福利，你们好奇怪哦。公司决定没有啦，这个一定是要讨论啊。就是要不要毕业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要不要毕业这件事情也，就是对我们，就是对成员们也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像是有很多阶段啊，比如说大家在国中啊，国中毕业，高中，高中毕业，大学，大学毕业，就是在大学毕业的这个时间段是大家就是。最有可能会做出就是想说未来要继续往哪个方向走的一个算是过渡期嘛，它就是一个能在 AKB 待的这段时间可以让你了解到你还会不会想要就是往演艺圈发展呢，还是想要去其他领域尝试不一样的东西。这么可爱毕业有点可惜。会吗？会吗？我可以在其他地方继续可爱啊！而且我要毕业了，就是我才遇到大家，是不是？我才遇到大家，不然大家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不一样的地方相见。对，但我觉得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很重要的，然后。每一次选择也会让自己在未来遇到不一样的人，对。像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们，对，认识了更多新的粉丝们、球迷们，我自己也觉得学习到蛮多的，而且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然后像是现在也会就是接不一样的工作。追求的棒球场可爱才能认识你。对啊，
就是我也很感谢，就是以前在 AKB 就支持我到现在，也很感谢在球场就是认识我，然后就是支持我的人。对，我觉得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很珍贵的，都是很珍惜的。留下星空。对啊，现在啦啦队有很多是可爱风格的，像陈诗雅，诗雅、小迪啊，艾云也很可爱啊。对啊，我觉得不一样的风格啦。今天看新闻，一直看到厉老板好腻。你该开心好不好？然后希望未来一直看新闻会看到我啊。好的新闻，好的新闻，好的新闻。我要那个千年一遇美少女，但我只有双下巴这样。啊，这个 tag 的部分是我的双下巴。太多了，好甜好腻。扛的可爱，对啊，但我就是要跟大家熟了我才会扛，不然我有的时候就是就是面对第一次面对就是第一次见面的人，我觉得很惊，结果我不在球场遇到，不会啊，我觉得在每个地方遇到都有每个地方的意义。你看你这样是不是对我印象深刻？讲诗瑶突然吓一跳，一凡你小心一点哦，应该太甜了才腻吧？啊，这样是不是大家看久就腻了？伸手细数此生奔波，哪要想当初我们的初次见面？继续说啊，继续说。其中的温柔，你的笑容。上古时代甩算事件后，我就没看过正常的你了。可是甩算的人是李彩杰。嗨嗨，小温，晚安哟。好像还没有很久，早上那天就帮主播拍照，没事啊，未来还有机会的。然后你愿意出现，就会有机会的。可独自望着星空。小心一点啊，米娜桑！小心一点呐、啊！我刚忘记我要讲什么了，可恶！享受仅有的拥有，这星空。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对啊，但我觉得我在 AKB 其实也被训练出来蛮多。就是蛮多技能的，就比如说自己弄头发啊，然后化妆啊，然后比如说虽然我的讲话还是没有很好，但还是比以前好很多了，大法师之类的嘛，这个可能是在更久以前在舞蹈班时练的，但我现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大法师了，因为我的腰会先闪到，我现在筋面超硬耶，就是我在就是大法师之前，我应该就是需要做的是先自己先减肥一下，不然我的骨头都快散了，真是的，老了，老累胖了，好可怕！想当初高跟鞋大法师，我到底为什么会愿意在穿高跟鞋的时候大法师？会有咔咔声，哎，我跟你们说，我最近肩膀一直在咔咔咔，你有没有听到？一直在咔，有听到啊？反正我的肩膀一直在卡卡卡，我想说要去、欸，我也才刚23岁，就是身体有差这么多吗？闪到腰，认真痛，小心。好的，冬天更加小心，感觉一不小心骨头就散了。那气的附件，啊，身体不值而散。F A 学姐们点点点，该上油了。在SPA以后就在走下坡了，我可能需要那种全身按摩一下，
可能太瘦，没有，那是你们看到我真的太胖了，我穿球衣的肉都直接挤出来。那我跟你们说，今天很好笑，就是今天穿的是连身的球衣，然后是我超开心的，因为肉全部都被藏起来了，不能再吃了啦，太胖了。就今天是穿连身的球衣，然后我说哇，我超快乐，超级的快乐。然后我就想说，太赞了吧！就是因为它是连身的球衣嘛，就我们平常穿球裤加短版的肉不是挤出来嘛，然后今天是整件的球衣，然后我想说太棒了。然后我就跟安娜说，就是还希望富邦周可以出一个全身的，就是球衣哦，因为它就可以把肉遮起来，然后穿起来又很舒服。比方说，就是对，今天那套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我真的很喜欢。那因为今天真的是太冷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穿，不穿外套。谢谢小王的任意门。不要浪费每一刻快乐，当梦的天行者。嘿嘿，对啊，今天那套超赞的。你只要推到后面都想直接踩，没关系，你就踩吧，你就踩吧，不然你可以给我原图，我也可以自己修，我可以自己推没关系，我愿意自己推。你可以把原图给我，你如果不想推的话，你可以给我推原图给我，我可以自己修。Shiny 那一套就跑出来，那个肉真的是挤出来，肉肉才是我本体，不行哎、欸，不行。今天外套挡好挡满，但其实今天外套也很好看的，而且真的很温暖，在这么冷的那个寒风里面给我们一点温暖。不可以原图直出哦，不可以。曾经我可是检查什么？当天是空的，地是干的，我要为你倒尽狂热，让你疯狂，让你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你不是说原图好看吗？我们还是要看看啦，我们还是要看看。如果真的太胖的话，麻烦帮我裁掉。曾经的我可是坚持不休的，对不起啦，对不起，我最近太远了，我检讨，我检讨，我真的该检讨了啦，对不起。有胖到，真的有胖到。脸颊肉不可以原图啦，太胖了，真的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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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谢谢谢谢阿 K 阿的会员票，老板说好再还我们，我这样太累了吧？你们可以直接把原图给我，我那个我自己看我要发的，我自己看我要发的，就放一个那个原图专区，哎、啊，有修好的也放进去这样。しらちら隠してた本当の声を響かせてよほら。脸肉肉才可爱，我太肉了啦！虽然大家都喜欢圆脸，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喜欢圆脸才会喜欢我。可是努力了的，谢谢地伟的戳戳你，嘿嘿，谢谢地伟，还是可以整个资料夹，你自己挑图，好啊，来啊，来啊，整个资料夹都给我吧。对啊，可是你们都一次按很多，这样我太苦，这样我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哒啦哒哒哒哒。我需要大家精选过的我再来选。那个可能记忆叠过去比较快，不要。大家每次在挑照片的时候，就是我那个就是可能年历的时候都会经历过的，那个挑个几千张照片，看到眼睛都快不行，然后说这个到底要挑哪一张？就是每张好像都可以，但又想要就是挑一个就是更好看的。
好啦，大家差不多可以打打内容啦。好，现在好像很多新朋友，我来解释一下打打内容。打打内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每次直播的时候会念第一名到第十六名，然后第一到十六名的话，大家可以点开自己的个人简介，就是设定那边有个个人简介。谢谢小易的告白气球，可以设定那边，就是你的主页那边有一个就是个人简介部分，可以改内容，然后可以打打想对我说的话，然后我觉得在这段时间跟你聊聊天，然后每次直播都会念一到十六名打内容。对，就是这样。现在装金牌，我也不知道我讲这样大家有没有听懂，讲这么快。现在加好了金牌耶，金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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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然还是要来工商一下啦，就是2025的年历现正贩售中哦，只卖到这个月月底哟，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卖完就没了。对，也念了好几年。谢谢优福的欢庆优福，谢谢优福，优福，谢谢优福的烟火秀棒，嘿嘿，嘿嘿，嘿嘿。好啦，大家差不多可以打打内容啦，我们来念榜啦。谢谢天灵的小飞碟，谢谢天灵。爱你浓，慢慢浓。しらちらち隠してた本当の声を響かせてよほら。谢谢阿 K 的 Crazy Show， 我刚刚 Crazy Now， 有听没有懂？你可以点开，等下我来，好，我自己点一次。就是你可以点开，就是下面不是有五个吗？的最边边那个有一个我的。然后你会看到你的头贴嘛，然后你再把它点进去。谢谢 You 的告白气球，谢谢 You。然后反正就是，我不是那里哦，对，个人化签名，对，反正就是自己的主页那边有个人化签名，你可以点进去，然后打想对我说的话这样子。然后我就点进去呢，然后把它就是读一下，然后回复你这样子。喂，谢谢五一的缘分相遇，嗨呀五一，原来五一是在东盟晕小美的，懂了，嘿嘿，对吧？啊，滑到穿，嗯哼哼哼哼哼。你干嘛点点点？原来五一是在东盟的时候晕小美了，不止东盟吧？五一哥啊，五一哥，那个恭喜你晕小美满一周年。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好啦，来念榜了，大家。时间不早了，我明天还很早，想躺平了，想出国玩。哒哒哒哒，看来吹风乱发，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就是不小心寻到，就是可能会推那个类似的给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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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日剧很好看哦。
这是哪一部啊？是哪一部啊？这边好像看不到。嘟嘟嘟嘟嘟嘟嘟，好了，要来念榜喽。谢谢小冰冰的救救你哟，耶耶耶！谢谢小冰冰。好啦，第一名是玉祥。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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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游行跟直播辛苦了，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辛苦，明天也是一整天的工作，希望我可以撑到最后。哼，那行吧，跟大家太阳真的不真的不太方便，没事没事没事，辛苦你了，工作加油，工作加油，工作加油。没事的，例子活动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今天人也真的是超多的，大家都被挤得水泄不通。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哎，就是我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我讲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都没有人要笑？就是我觉得很好笑啊，可是大家不捧场哎，为什么？不好笑吗？人山人海啊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还是老了？好了，我知道这个梗老了，不好笑，好吧？我需要一点情绪价值，但是你们情绪价值给太少了。谢谢多休息，晚安郭奶奶，晚安郭奶奶啦，晚安郭奶奶啦，玉祥。不是，你们知道，我觉得你们情绪价值给太少了，我要好好训练你们。不是念对吗 ？People among the people see。嗨嗨嗨嗨 ，Gina， 一直听到反应不过来，好，好，那我们再一次，大家我们再从头来一次，来看。哦，我今天去游行的时候，人真的超级多的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配合，谢谢耶！我知道旁边那位不见了。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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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快乐源自于这儿，就是好久没有笑这么痛。你是笑怎样的？你是笑那个聊天室的大家，笑到流泪？怎样？不然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是不是？这个东西我讲了这么多次直播，没有人要理我。我想说好啊，你们都不理啊，我今天就点破啊，我就看你们要不要理我啊。请问哪里排队呢？
笑到流泪。对啊，谁不疯谁最奇怪。就是这就是要比谁比较疯嘛，听起来很粗心。月，超好笑。爱了。下属下次请暗示一下，大家知道怎么暗示？请大家给我一点情绪价值，这样吗？笑到都有腹肌了，但是腹肌用画的，是不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烦的好笑。好啦，谢谢第一名的玉祥，谢谢玉祥，工作辛苦啦。工作辛苦啦，辛苦你了。但是未来还会有很多机会的。上班辛苦了，但上班也要加油啦。谢谢第一名的玉祥，谢阿里嘎多，嘟嘟嘟嘟。对，我知道以后要怎么 Q 各位了。大家，我觉得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需要大家给我一点情绪价值。我今天那个收到情绪价值有点太少了，我觉得心情有点低落。来，夸夸团，请开始。所以我们要直播就是要这么情绪这么高昂，然后那个夸夸团要出动这样子。今天好漂亮啊，谢谢。直接情绪勒索，大家怎么大家都安静了？我给你们机会表现呢，怎么我给你们舞台，你们都不要？衣服好漂亮啊，谢谢，栗子每天都超漂亮，谢谢。弟弟好漂亮，谢谢。好了，没关系，大家刚刚的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比较喜欢，那我又会继续讲烂笑话的。平静像风风无浪，关心逞强。老板怎么这么可爱啦？谢谢啦，好了，谢第一名的玉祥，谢谢。我怕再讲下去，大家打我了。谢玉祥，谢第一名的玉祥，谢第一名的玉祥，阿里嘎多，谢玉祥。谢谢，第二名是阿国，谢阿国。当当啦当当啦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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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谢谢阿古，嘿嘿，上班加油啦，辛苦了，撑下去，辛苦你了，谢谢第二名的果果，谢果果，上班加油啦，干巴的呢，谢第二名的阿果，谢果果，今天辛苦了。谢谢阿国，虽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直播，你应该在忙。谢谢第二名的阿国，谢阿国，谢第二名的阿国。第一次来问一下，是不是都要歇一个小时？大概二十分钟呢，大概二十分钟。但我今天如果话特别多的话，可能时长就会多一点。但就是，然后上榜的大家就是都有就是可以这样 talk 的机会。第三名是西恩，谢西恩，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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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哦，因为我忘记我刚刚跟你们说什么了。哦，
哦，然后前三名会有那个前三名会有特殊音效，就是小时候国小颁奖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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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节奏。谢谢第三名的熊，谢谢熊，耶！谢谢熊，第四名是优酥，谢谢优酥，谢谢谢谢优酥。哎，优酥，你没打内容，谢谢，请多多指教。那个，希望这次的那个直播念这些有的没有的，你不会被吓到。那个以后有空还可以再来玩，有空可以来看看我的直播。谢谢第四名的优酥，谢谢优酥，耶耶。但我不知道这样念对不对，优酥，嘿嘿。谢谢第四名的优酥，谢谢，多谢多谢。第五名是 A 弟弟，谢谢 A 弟弟。看老板吃不完的，但缺点就是会想跟着吃，吃啊吃啊，应该叫那个一份咸酥鸡这样的。看我的直播配咸酥鸡这样，这样不会饿。因为我饿了的话，我就开始找东西吃。所以你们就是可以就在我直播前买包咸酥鸡，然后那个我要就是直播的时候，你们就啊边看边吃，这样也是蛮 chill 的。然后今天游行老板旁边站的是一粒，也可以跟他要签名嘛？你有这颗粒就够了、啊，我也是一粒啊。我也是那个一天一粒，对。但这个力可能有点吵，可能需要换个力比较安静。最后我们赢日本啦！对，我们赢日本，开心，开心，开心。对，觉得真的是像梦一样，就是觉得太快乐了，好不真实的感觉。可以换吗？当然不行啊！那我给你选择的机会。谢谢谢谢艾迪迪，你敢再说你想换，你试试看，看。哈哈哈！谢谢第五名的 A 弟弟，谢谢 A 弟弟，这真的超久了，这个你弟弟写的 A 弟弟，谢谢第五名的 Eddie， 谢谢，多谢，谢谢第五名的 Eddie， 谢谢。第六名是小彩，谢谢小彩，好可爱哦，我好像什么角落生物站在角落。今天一个不小心睡太晚，到现场直接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泼下吹了。你是就是实际运用上就是非常棒的实力，对。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用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在我看了会会心一笑，对。还在人海里面找很久，莉莉在哪里？我真的看不到到底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就是这我。对我来说，我看过去都，嘿，大家人都好小，好多人，真的超多人，我真的是吓输。最后只能从艾丽对面的人海中求生存。艾伦如果在音乐结束时还大喊栗子啊，所以你栗子后面有啊是吗？现场应该热闹都听不到，真的，现场完全听不到，真的完全听不到。今天久违施压环节，好像很久没有被施压了，但你太乖了，很棒，我舍不得施压你，请继续保持。还是你特别想被施压？特别想被施压是不是？谢谢小彩，早秀姑奶奶啦，谢谢小彩。然后说你为什么打错字？你为什么要把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 用来这？这样子算施压吗？谢谢谢谢第六名的小彩，谢谢小彩，多谢多谢，谢谢第六名的小彩，哈哈要加哈哈竹鼠，看来不乖的不可以哦，打没得事哦。谢谢第六名的小彩，第七名是九六，谢谢运运 T 九六。没有过去的虽败犹荣，拿来今天的台湾英雄，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今天的游行到那个后面，英雄们进那个
总统府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哇，就是我能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页，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就是能有这个机会一起在这个台上为这群英雄们应援，觉得非常就是非常开心，觉得好幸运哦。对啊，整个下午都是哦，你们好棒哦，你们好棒，你们超棒的。然后杰宪跟家政一车，嘿嘿 ，CPPL。对不起，我在注意这个。哇，他们车子过来的时候，我想说，嘿嘿嘿嘿，杰宪跟家政，嘿嘿嘿嘿，CPPL， 嘿嘿。嘿嘿，哈哈哈哈，注意也不一样，嘿嘿，哎 ，CPB 啊，嘿嘿，口水擦一下，这几天是易哭体质，让人家的话，说太多不符合我的人生，你就是一个，就是你就是个感性的人啊，在装什么？医生为了保障手机啊，是的。你现在感觉如何？超地狱，你超地狱。好的，我先去地狱报道。你这个地狱仔，超地狱。年历买了，生日快乐！您今天辛苦了，明天也辛苦了，要去找秀姑娘啊！我明天会加油的，我又觉得明天非常的紧张。紧张紧张，他的相约十二月长夜，好啊，当然好啊，哪需要冰箱，这里就可以储存了。太小看我了，哪轮得到就是让他再放置一下的时候呢？怕你再嫌没时间了。嗯，吃饱不行要减肥。嘿谢谢96啦，谢谢你这个感性人，还想装啊，再装就不像了。谢谢第七名的96，谢谢第七名的九六。谢谢第七名的九六，最近只有限定，嘿，只有最近限定最好啦，不信。爱情。谢谢第七名的96，第八名是阿冰冰，谢谢阿冰冰。恶魔像莉莉，转播看莉莉。对啊，这件乔伊外套真的很棒哎，喜欢，就是它的厚薄度很刚好，感觉我未来会很常穿，就是很舒服又很好穿。库里一级棒，嘿嘿！对，我今天吃了好多东西哟、哦。冷气团泡到，莉莉别冷到，我觉得我已经有点微冷到了。对，今天晒的太多红。大小姑奶奶莉莉这块，谢谢。怎么办？就是好喜欢，就是好喜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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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视线就离不开。谢谢阿冰冰。谢谢，你也早休啦，辛苦啦！谢谢阿冰冰，谢谢第八名的阿冰冰，谢谢阿冰冰，耶、yeah ！第九名是天灵，谢天灵。礼拜日早上起床时就感觉那个帽子下面就看脸，现在吃这一段就不要感冒了，立即要早点休息。会的，对，这几天真的是。冷气团没有要再冷气团吗？就是这些冷风没有要再跟你客气了，一直灌进来，他说啊好冷哦，不要再吹了，疯掉。谢谢第九名的天灵，谢天灵，谢谢，多谢，阿里嘎多。
谢谢天灵，谢谢地球，明天灵，谢谢天灵。你也要好好照顾身体啦，不要冷到，不然要感冒，现在感冒都要好超久了，哭哭。谢谢地球，明天灵，第十名是 Soulwa， 谢谢 Soulwa。弟弟晚安，今天在冰岛上躺一整天，想不到内容的什么，记得多休息，祝你一个好梦。姑奶奶，姑奶奶，早日康复啦，真的。要小心呢、欸、谢谢手啊，多休息多休息，真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现在第十名的手啊，谢谢手啊。第十一名是嘉宏，谢谢嘉宏。那你就是用 Pentax 的摩托人，那你然后送我第一台单就是 Pentax，真的假的？后来发现会动的东西都拍不到，就跳槽可能。身为乖巧听话莉莉，还是乖巧听话的糖糖，还是有专心看莉莉的。对，希望你下次再讲这句话的时候不要这么心虚，不然你跪的就不只是算盘了。对，我要一直提醒你，可能就是榴莲之类的。好啦，今天辛苦啦，吃完了，好的，会早休的。已经累了，明天是场硬仗，我会加油的。谢谢第十一名的嘉宏，谢谢嘉宏，谢谢你也早休啦。第十二名是 You， 谢谢 You。你最可爱，你上高追，我上高追吗？你的名单有点多人哦 ，You。我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变胖的立项由我领头，冬天真的管不住嘴，真的，已经好胖了，已经好胖了，真的管不住嘴，真的好想去游行，好难过。心如刀割，是不是？好喜欢哦！大家再多一点这种，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很烂很烂的梗，烂梗。外套好看被烧到了，我觉得它真的穿起来很舒服。因为平常我是觉得很多棒球外套太热，但我觉得这件的外套温度就是穿起来很刚好，就是出去外面套一件，就是也可以挡风，不会很冷，很赞，喜欢。工作辛苦啦，晚安早休，谢谢 you， 啾啾啾啾啾啾啾，谢谢 you。对，是。我觉得很棒的外套，嘿嘿，今天你穿很适合，谢谢，感谢称赞，谢谢 you， 谢谢第十二名的 you， 谢谢 you， 专心看我就好了。第十三名是阿 Kila， 谢谢阿 Kila。电竞很漂亮的，跳舞时头发飞舞相当漂亮，好像变了，又能穿可爱冬装了，耶、yeah ！冬天就是要包紧紧。后来冷到就不好了，还是圆圆的冬装，圆圆的我，圆圆的我，现在不是圆圆的冬装了，不是穿冬装才圆，是没穿也圆。谢谢谢谢阿 K 啦，早休啦，早休姑奶奶，姑奶奶奶奶奶，谢谢第十三名的阿 K 啦，谢谢阿 K 啦，耶，第十四名是小易，谢谢小易。当当当当当当当，今天上班忙，看弟弟游行，弟弟记得保注意保暖，注意保跟暖是不是？装在里一份，开了开了开了，就那个大家的合照已经在路上了，再等他一下，很快就会送到大家的手中的。耶耶耶！谢谢小易，敬请期待啦，嘿嘿。谢谢第十四名的小易，谢谢小易，谢谢，阿里嘎多，多谢多谢。谢谢第十四名的小易，谢谢。第十五名是庄，谢谢庄。一份还不够吃，我有这么厉害吗？五碗。
真的梦幻。不告诉你，别别别别的。有新外套，难道可以常常穿？真的，它感觉会很常出现，因为它很好穿，很暖。来一堆照片，想修不能修，感到头痛。没事啊，没事，没事，工作重要，工作优先呐、没有，这个决定权在你了，不是决定权在我。你要自己决定要不要去。我再把这颗球还给你，我不要帮你决定。谢谢第十五名的妆，谢谢妆，自己决定了。谢谢第十五名的妆，第十六名是纪伟，谢谢纪伟，以后纪伟没打内容。喵，喵喵，喵喵，谢谢纪伟。我爸爸问可不可以邀请你去维亚活动，这么突然吗？这么突然吗？这么突然在这里工作邀约吗？工作邀约欢迎洽询 Coolie Work 哦。想说那个，我想说，这么快，这么突然吗？这么突然发工作给我吗？好啦，今天直播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看直播。谢谢丁明天能找到工作，大家拜拜了，我要下线了。好啦，拜拜啦，奶奶。古奶奶，晚安啦！谢谢大家今天看直播，非常感谢大家，奶。